你们俩怎么跑那去？逛一逛。哦。所以贾明明是在这吃完的。哎，你会到那个大概几点集合？6点吧，6点。现在几点？现在35，我38。那挺好，还能去装个水。是吧？我们六个应该只要一套就行了吧？哎呀，你看，我不会，不是，我是这样想的，就是让那个桌子摆在我们上面，我坐在那里，主意呀啊！对，然后摆桌子，这个高级台也是，他没错。我也只是会一点点。就现在教一下我们，后天教。214是你们寝室还是？不是，214的话是一个宿舍啊，办公室里面有。214七楼啊？啊。是214呀。啊，是214哈。不知道。214。就是，即使现在没有的话，我们用那个也可以，就用我们那个喝茶那个杯子也可以。要不，要不，这不是叫你们男生？不，那要不单。